晚上好，我是深圳市粤剧团的唐荣，欢迎各位同学们莅临粤韵华章非遗传承演出现场。本场演出是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教育局、深圳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主办，深圳戏院执行，南方科技大学协办的2020深圳市戏曲进校园活动，旨在全面提升学生人文素质，保护传统文化，普及戏曲精品作品，推动深圳戏曲以戏传人，以戏育人。粤剧又称广东大戏，发源于佛山，盛行广东一带，以粤语方言演唱，汉族传统戏曲剧种之一，既与传统的戏曲文化一脉相承，又具有浓郁的岭南文化特色，有南国红豆之美誉。粤剧于2006年5月20日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10月2日由广东、香港、澳门联合申报，成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粤剧在两广、香港、澳门最为常见，十分流行，为广大观众所倾倒。相信今天深圳市粤剧团的演出会带给您不一样的感受。著名红腔作品《荔枝颂》的始创者是粤剧艺术家红线女。50年代，她到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凭借《荔枝颂》遭军出赛，为广东粤剧界捧回第一枚金质奖章。下面有请我团主要演员布美玲为大家表演，请欣赏。Thank you.
谢谢布美玲老师的演唱。历史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许多朋友并不陌生，但你或许不知这段恋情既与七夕佳节相关联，也氤氲着缥缈的仙气。在大唐天宝十年的七夕之夜，那时安史之乱还未打破盛世的笙歌，在骊山行宫的深处，玄宗皇帝和他心爱的杨贵妃并肩共看牵牛织女，许愿生生世世永不分离。下面有请我团国家二级演员林海涛及我团主要演员陈女为大家带来七月七日长生殿，请欣赏。尽高清
有时一彩虹，风雨有声烟渺渺，就请飞之歌舞一番。但愿君王是精彩的演唱。一说越剧，可能很多朋友首先想到的就是《帝女花》。越剧的《帝女花》是越戏曲大师唐迪生50年代末所撰，用词优雅感人，加上大量采用古典、重视戏曲的配合，令剧本更加的典雅。1957年首演，传演至今。现在有请我团主要演员谭媛媛、步美玲为大家表演《帝女花之相邀》选段，请欣赏。阴心其树上
命，追忙火影发我。与其断肠发足也。不需是女，半身旁洒去。
老师请先留步，哎，我们请道具师傅先把道具先搬上去。是不是大家听到地理花都觉得很熟悉？然后今天我们是想请，我们知道这南科大有京剧社，我们想请京剧社的同学们上来学一段，好不好？来，掌声有请京剧社的同学们上来学一段。来来，站中间，站中间。对对，想一下，哪两位同学唱女生，哪两位唱男生？没关系，没关系，都是可以的。我们女生男唱都是有的。好，我们先请老师先，你们想好了教哪一段？先想好，然后教哪几句，然后先唱，先教。我们造型那里就是。全心盼望男同合作，你唱那里。全心盼望是你唱的、全心盼望能同合唱，鸳鸯侣双辉煌，全台常在贴心房，地府任师女在觅那平阳门巷。会不会有点长？听懂了吗？听懂了吗？我帮你们唱，到时候来，我再对，先小段小段的来。全心盼望能同合装，然后两个一起，鸳鸯侣双辉煌，有下水秀，全台常在贴心房，然后大嫂，地府任师女在觅那。平阳门巷，就这里，就这么多。有点多，有点多啊！唱他们要唱，简单点吧。对对，我们挑两句吧，太长了，对他们听得懂粤剧吧？有点难接受的。不懂，那就我们挑两段那个，挑两句，然后比较简单的那两句。是第一句，我们就唱第一句吧。我的女的，你的男的呢？你就唱那个，你现在叫的这个动作给他们，因为你叫一个还可以的，我叫三个就，这三个女的美女，美人过来，美人过来我这边，太好了，来，第一句唱了，首先先唱，落花满天白月光，先会唱，首先会唱，开口会唱吗？啊，就是，哦，那你要学一下我们粤剧啊，在我们广东也是吧？哎，我们伴唱他们做动作就行了。啊、哦，我们伴唱。啊，你可以那边可以教他的。对啊，你做我们就，你就做。不是，哇，他是男的，我叫的是男的。啊、你叫那个男的。对，我叫的是小生的、啊。我们唱我们的，落花看月光，落花落花满天碧月光，啊，就是这个词，啊，这是我们广东的比较经典的那个，就是粤剧的是比较经典的戏了，这个啊。他这里唱我们没事的，我们就伴着他做动作。他说看着月光，我们就看月光。看完月光之后呢，以后看着他是要他要上那个香，上那香之后呢，我们就和他一起拜。
和他一起拜。对，哎，好吧。完之后呢，就看着他，以后我们就偷偷的，偷偷的擦眼泪。借一杯。因为他有唱的，他说偷偷看着他，见哭啊什么之类的，台上就擦眼泪。就是这样子。以后再回来，再回头望他。借一杯，复见，凤台上这一张台啊，看一张台，啊，就是这个走，一开手开手。打开袖子，这个右脚出，右脚出，哎，这样子打开袖子，左脚跟后，对，哎，凤台上，下袖，大雨泪花，大泪上香，大泪，地里花，大泪，大泪上香。上香哎，带泪上香，就是，你看我这个样子，满脸都是泪光，做一个表情，一个动作，这样子，嗯，对，这个脚不能这样子啊，嗯，因为他看完之后呢，我们就偷偷的擦眼泪，这个两个脚呢，不可以。太远了，就离一个拳的位置就行了。什么一个拳又哭啊，又擦眼泪啊，以后你就对，要挺，挺起来。嗯，这个手呢放在这里，嗯，不要往后。站的时候是丁字。对，丁字步。挺起来，嗯，对。哎，好，好，这个放在这个位置，来。好，来，我们布老师从头再来一次，更多跟着。先唱这三句。谭老师跟布老师前面唱，你们跟动作。对，你们跟动作。看一下，对，跟着他们学这个动作，从头到尾来一次。可能粤语对他们还是有点困难。会说粤语吗？会说广东话吗？那我们让同学们跟你们的学动作，对对对，你们唱，他们来做动作。落花，就是指上面啊，嗯，来，我唱，你们一起跟着做啊。落花满天白月光，这一杯扶肩凤台上。泪上香，愿双生会借爹娘。我都会想唱，就先唱这四句吧。好，谢谢同学们。很好的，我觉得下次可以多听点粤语，学好粤语，我们下次争取上来的时候唱两句。对，好，谢谢同学们，谢谢同学们，谢谢。好，谢谢两位老师。好，谢谢两位老师。下一个戏呢，可能小朋友们或者是对武打戏比较喜欢的老师同学们会比较喜欢一点。马福龙卖剑是经典的粤剧南派传统剧目，取材于李逵卖剑。此剧是粤剧小武。金山真的看家戏，后经新金山真跟粤剧名伶亮少佳的精心锤炼，南派武功更显这特色。今天演绎这一折是当今舞台上常演的知名度很高的南派折子戏。下面有请我团国家二级演员林海涛及我团主要演员苏小慧为大家表演，请欣赏。
无收可歌。静悄悄，无人帮衬。静也是，上山擒虎穴，开下壶，靠人难啊！哎呀，竟然无人想。食宝剑你有名号啊，原来可是卖贱，什么贱啊？家传宝剑啊，大梦一夜关，看来原来是好宝剑啊！古道什么宝剑神剑，分明系劣剑啊！妖来何用？马狂去！宝剑啊！
买不买又在你，你因何将它丢在地上？游行未有损坏，倘若损坏吗？怎么样？咁就罢了。游行未有损坏，若有损坏，你也奈我不何。是否要打？打就打。大胆又何妨？
问大元帅，未复谎言啊！即刻！哦，马福禄拜见元帅。哎呀，壮士，快快起来！是呀，我乔装改扮，为谎言，请你随我回应，你以下如何啊？天锤劈你，下话。随我回应，差兵诶。我们这一场呢，就想请两位同学来跟两位老师学一下刚刚的对打的动作，有没有哪位同学有兴趣的可以举手来一下啊？有个小女生上来上来上来，有没有哪一个小男生上来一下？小朋友们你看好勇敢啊，有没有让 小朋友找不到对手了都啊？我看到了，来上来。哎呀，你看都是两个小女生呀，来上来，直接上来，我们请两位老师教一下武打的动作，学一下武打的动作，来开嘛，对，出出收，耶，很不错，非常好，好，再来一次好不好？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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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二，三，收，哎，学得非常快，对，来，大家掌声鼓励一下。来，我们要不再学点难一点的好不好？来。看着叔叔打，对，你们也一人学一个，来，你学这个林老师的，好，您学苏老师的，对，看着两位老师的动作，出左腿，打右拳，来，出左腿，对，打右拳，出右腿，打左拳。退，对，你往后退，对，你要往后退。你这个是退，你看着，你看着苏老师，这个、看着黑衣服的，哎，这边脚往后退。我们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来，再来一次啊！退，是把脚往后退，把脚这样退，这样退，往后退。对对对，哎，对了，你的脚是往前一步，你的脚是这里往前一步，对，对，然后。再来啊！再来，再来！一、二，下面圈手，上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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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上来，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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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再来打一次，来跟着两位老师再来打一次，准确两位老师来指导一下。苏老师抓着他嘛，对，来抓着他手，你打这个，来上，来上左脚，右腿，退退退退，哎，对了，来对，再退，下面下面，
给他过来，上步上步上步上，圈手再上再上再上圈，再上上上上，脸圈抓住手，抓住这个手，来这里，黑虎偷心，不给他偷，抓住他，对，你这个要上去，可以了，对，这个脚起，这个脚起，这样起，这样，旁边起，哎，好。好，非常好，非常好。记住了吗？记住了吗？两个小朋友能不能自己来一次？可以吗？非常好。那两个老师在前面带一下，或者在旁边带一下，你看着他们好不好？在后面带，对，你们在前面来一个。你不要打。老师喊一二三四吧，来。来。一。一，对。二，退脚，对。下面。下面。一圈。脸圈打好，对，好，掌声鼓励，非常好，非常好，来，谢谢两个小朋友，好，请回座，请回座，好，谢谢两位老师，来，谢谢，你看，果然还是小朋友的积极主动性是最好的，然后也非常感谢两个小朋友，非常精彩。接下来为大家带来是范蠡心怀西施在太湖水面梦绕云端两人相遇互诉衷肠的故事情节，有请国家二级演员小艺及我团主要演员步美玲为大家带来梦会太湖，请欣赏。西施，西施，
用，爱惜难更生个长，我愿水云啊香啊泪似马上啊啊啊啊
开大破月轻空洞水云啊想有提问的两位老师请留步，有没有对他们今天或者对整场的演出有没有什么感兴趣想知道的问题？有没有哪位同学？哎，你好，来。这个不算，对，这个不是，这个是东汉时期的，对，东汉时期半离县西施。对，两位老师可以解释一下，以前这个是那个，不是有以前听到那个卧薪尝胆的那个卧薪尝胆的卧薪尝胆，普通话不是西汉啊，对西汉那时候的啊，那个还有哪位、那个、哪位同学有问题的、是吗？对。喜剧的也有梦，那个喜剧的话是《花好月圆》，是讲的是龙女三娘跟柳毅的故事，估计这种故事大家也都听过，然后也是属于爱情美好。其实这种剧情上来说的话是有点像悲剧，但是阴阳相隔，但是最后的时候呢也是相见了。因为戏曲行业来说，很多是古装戏来说，还是古那个悲情戏还是占了比较多的。悲剧的爱情故事比较扣人心弦一点，比较凄美一点。然后喜剧的，我们也有很多喜剧的戏，喜剧的戏，通过不一样的表演手法，但是我个人我认为，在戏曲上的舞台上面，还是悲剧比较让观众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多点。还有没有哪位同学？来，那位吧。哎，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们的西施上午嘛，那这个我感觉这个一个戏曲里面，就是西施主要是在描绘西施与半离诀别的时候，就是半离县西施给他这半离
我印象中就是西施比较善舞，但是这个表演里面就是他没有对西施的那个就是旦角的这个舞姿好像并没有什么，只一直是唱就没有比较多一点的那种动作，是为什么？我印象中应该，因为我们刚才表演的这一段是整个戏的最后一个尾声的这个部分，如果是您有机会来到剧场去看我们这个长剧的话，西施她表现她的智慧，表现她的优雅的身段是在前面那部分，在一个戏的前面那部分，因为她要去迷惑那个哥妹啊，找我。他要去迷惑那个伏叉，不好意思，我的国语不好，伏叉。所以西施也是四大美人之一，在前面他有展示他的身段啊，他的智慧，为国那个献身他的那个情节。我们现在演的是这段是西施已经死了。仙化了，把它仙化了的那个局面，然后跟范蠡在梦中来相会。但是历史上不是范蠡最后和西施不是在一起了吗？就是，是最后那个越王勾践统一之后，我们演的是演的都是对，都是野史类，或者是比较让观众能接受的。你有听说过？不好意思，你有听说过梁山伯跟祝英台的故事吗？你知道祝英台是野史当中他是山贼吗？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同学听过？没有听过吧？对啊，所以在戏曲舞台上就把它美化了，把梁山伯跟祝英台的故事都是通过我们的表演去把它美化。好，谢谢。好，还有没有哪位同学想要听？来。问一个与戏曲没有多大关系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你们的眼神都特别的就是有神，就是熠熠生辉那种感觉。请问你们平时是如何就是训练自己的眼睛？训练对变得有神。你们的问题挺专业的哈。我告诉你，如果你想去训练那个眼神的聚焦点的话，你回去买根香点着，在黑夜当中就看那根香的红点，看它那红点，你就会很聚焦。一出来出场之后，就是出场它有那个动作，就他就是看一个位置，就是看一个位置。非常感谢你们今天的演出，真的让人就是看得很精彩，谢谢。谢谢。好，谢谢同学们。哎，还有一位同学。非常非常感动的表演，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在粤语里面，就是有粤剧里面有些粤语词的发音跟我们普通的粤语会很不一样，就是有某些字，比如说我记得我听红仙女的那个卖荔枝送的时候，似甲留香洗上衣，佢有啲系，即系佢他的那个这个西字，他唱的有点。那个稀有个稀。稀系。跟住我听他的那个。就是录像的，看他的录像的时候，他好像就是有一点变调，这个音是为了押韵吗？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之类的？有时候要跟着那个韵乐的调去的，但是我们粤剧呢，就经常就是肯定要字，肯定要一定要正，你要说出来，观众要听到你唱的是什么字，意思是什么，这个是主要的。我补充一下，那个刚才您讲到那个。粤语众所周知是有九个声调的，有九个声调。为什么有时候您听到的一些字，它出来之后有高低跌宕呢？这就是行腔，它必须出一个立字的之字，立字，所有的字它唱出来，它都要把这个字先吐出来，然后它才会拉腔。所以您听到只是那个字后面那部分，它的有。变调啊，或者是高低啊，这只是要，就是戏曲里面我要用行腔去表达了我的技巧，或者这个人物那个时候他的状态，他的情况，这种反应。情感。对。突出他情感。记大家。好。
们可以问一些专业性的问题都可以的。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刚才您演的那个《帝女花之相邀》，它这个故事，其实他们两个人之前就是说有定下百年之约，但是最后他们也在一起了，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一起去杀自杀？为什么死是吧？对，对，哦，哎，你讲哈，你讲了，你讲我讲，我普通话不算。我不会说普通话，其实我们普通话都不太好了，您别见笑就行了。帝女花呢，她是一个明朝的公主，然后清朝入侵了之后，她是没有办法，然后清朝那个王皇帝啊，对，他又不想当众把她杀掉，再把她养起来，要就说要给大众的那些明朝的那些老臣子都看到我是怎么对你们明朝的那个公主的，他为什么他们到时候还要死呢？因为他们国破家亡了，已经没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所以他跟驸马最终是只能以死去名声，去以死去表达他们的爱情，表达他们对这个朝廷这个国家对他们的这种情怀，所谓的殉情。好，谢谢各位同学，那今天的演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今晚辛勤演出的演员们，然后再次感谢主办单位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教育局、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执行单位深圳戏院，协办单位南方科技大学，演出单位深圳市越剧团，谢谢亲爱的同学们，再见。